我怀孕了耶、yeah. 如果你是在第一时间收听的话，那你会接收到这个第一手消息，也就是这个全世界都还没有人知道的消息，然后你们是就第一时间知道的。哦，我现在这心跳像有点喘、啊、怎么会这么紧张啊？我是想要给大家惊喜，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压力那么大。好，现在怎么样？有 call in 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先接有没有这么巧、啊、板桥的陈太太，怎么那么巧？好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我要讲了哦，我现在要来公布，我好紧张，所有迎刃而解，我的粉丝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好朋友们，我要宣布的一件消息就是我任嘉萱 Selina 我怀孕了耶、yeah.